个期间，公共电视要举办市长辩论，我才会提前用热盘的方式出来。所以只要台北市长辩论跟政界发表会举办的时间不在10月3日到10月22日之间，我就是待在检察官要我去的地方。那这一份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份声明，那北大学的朋友可以跟我们的那今天我来这边其实有一件事情我倒觉得挺有趣的，就是前两天有一位年轻人小朋友转年轻人，他出了本书给马英九看，坐牢有很多空闲的时间，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是你喜欢阅读的人，我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看，所以看马英九出书的原因会今天他也来这边，他会丢给我一本书，因为你要第一本书给我什么呢？法官说了算啊，第一本书叫做法官说了算啊，喂啊，这是法官说了算，这是我一个朋友啊，田蒙杰，这是他写的书啊，我今天拿就是说拿了书，基本上全部都是我的朋友，我优先啊在牢里看他们的书，因为啊那一阵子要有时间好好看书，所以有些朋友就是我没有那个蛮好的，觉得有点对啊，你还希望我们有什么书呢？这有什么啊？第三种是中国想象，第三中国想象是谢明老师，是昨天晚上啊他转给我的啊，好两本书了，我一共应该有6本书啊，好，只有青春唱不停在里面，只有青春唱不停。这本书非常有意思，这是郑老师他的经营啊，那也是跟他们一起写作的是林伟啊，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啊，所以这本书今天刚好是他们的新书发表会，所以这本书啊，老派约会是必要在监狱里面啊，所以。好，大家看什么啊？这个李维基是我老朋友，他以前是我团队成员啊，《中国时报》啊，文化新闻中心里面的文化组的啊头头，所以也是非常好的作家、讲家啊。他这本书我只看了一部分，所以我带你去看其他的。还有什么书要看？要看 ？OK，《少女妈祖国》啊，《邱主义》啊，《邱主义》这件事啊，还是在。
交服务，如果有任何的咨询需要，可以打电话给他们。在脸书上面，我今天公布了我们办公室的一个联络的方式另外，如果有任何人想要来探监便是一个新的发型的冯光远，那我觉得他也可以跟我们办公室联系那就去看我们的脸书。Thank you.